那个就不在观光景点的附近，那可能就是在民居里面才有。안녕하세요저는마카오권입니다우리저번시간에는생소한마카오에대해서알아보는시간을가졌잖아요我们普通人去看病的话呢就是不用钱的이번에는마카오에여행와서꼭가야할곳그리고꼭먹어야될음식등마카오여행에관한영상을찍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저번시간에이어미아친구가또나와줬는데요안녕하세요저는미아마카오입니다我觉得很安全很安全真的比起中国就是邻近的地区澳门都会比较安全没关系你会看到街上很多警察没有听过什么治安不好呀或者把东西抢走啊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听过挺好的自己把护照不要弄丢就可以因为这边没有大使馆嘛啊，丢了护照不能回去吗澳门办不了护照去香港才能办但是去要去香港需要护照所以呢这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也有办法但是呢还是自己注意安全第一次都应该会去大三巴那边吧大三巴如果大三巴的话谁都知道了在网站查澳门就出来了大三巴那就是大三巴跟威尼斯人以外还有一定要去的地方如果你是在逛大三巴那边的话呢相反的地方在民政总署的后面有一个叫做红昌门的地方那边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你可以去看一看那边会比较少人而且那边还有就是鹿丸啊那边有卖葡萄的原蛋挞对第一间开的那一家店对那附近1989年的时候开的吧就那附近还它真的特别好吃一定要吃那一家才叫特别好吃是吗对我在韩国我在国外吃过好几个蛋挞但是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蛋挞那附近还蛮舒服对我看那边有海有漂亮的教堂很安静对还有去哪里比较好全世界跳分之中最高的地方就是澳门塔啦对澳门塔那边可以看整个澳门很漂亮也能看得到中国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就是看到很远可以看到那边啊之前我那边好像也有在那边对在那边松鸡后松鸡有跳过好像那边都有贴那个人的像晚上看夜景很美吧夜景很美因为澳门那些桥啊的灯都亮起来的话晚上夜景真的很美可以吃葡国菜啊葡国的因为我澳门不是原来被葡萄牙统治了很多年嘛有很多土生的葡人会开一些葡国餐厅在那个关雅街那边也有啊那一条街很多那可以试试看澳门的葡国餐自助餐哪个澳门有很多很多酒店里面都有自助餐可以吃对我觉得 Gales 里面的群芳也不错在我们的评价中还蛮高的那个就不在观光景点的附近那可能就是在民居里面才有一定要推荐大家的就是锦鲤嘉里酱很出名那一碗米线啊河粉啊那一种都很好吃那个是澳门本地的老店了开了很多年的20几块小的30几块大的像是一个女生吃小的就可以了在哪里呢在那个阿里伯高士德高士德这个很难去、真的很难不是是一般人很难走过去的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去的吧就是在观光塔旁边南湾屋那边旁边有一家叫做金玉满堂的我看那边种类有很多呀对它有热的冷的都有对而且那边比较大对很大我看一楼跟楼下那边你可以多一点人去也可以我们会晚上的时候去晚上的时候比较多人对那边看夜景很美啊真的我上次去那边拍了50多张吧这么多对因为很美就在那间金鱼满堂的上面上面有一个教堂是可以走过去的对那个教堂对那个教堂有上面看下去真的很漂亮整个澳门的半岛都可以看得
可以看到观光塔，对。那还有一个看夜景的地方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很漂亮的巴黎人，那边就是模仿巴黎铁塔，原比例2:1，那边看下去也很漂亮。对，我看真的很美。12月31号的时候呢，那边还会有烟花。啊，对，那个我有拍过。哦，真的。没看过我的视频吗？一点。埃菲尔塔터지고，파리쟁터지고。오늘도이렇게미아친구가도와줬는데정말감사하고마카오의야경뿐만아니라먹을것음식도맛있고볼거리도많기때문에꼭한번와서구경하시길바랍니다구독과좋아요누르는거잊지마시고다음시간에또뵙겠습니다안녕안녕